迎收看温哥华热点，我是主持人亚楠。在经过大半年与新冠肺炎病毒的殊死搏斗，人们终于迎来了数个关于新冠疫苗的好消息。在美国公司辉瑞、Moderna、俄罗斯、加玛利亚国家研究中心分别公布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有效率数据之后，11月23日，牛津大学和英国药企阿斯利康联合研制的疫苗也交出了有效率 70.4% 的成绩单。与前述疫苗不同的是，牛津大学疫苗使用了两种不同剂量的用药方案，其中的一种用药方案，试验参与者接受一半剂量后，至少间隔一个月再接受全剂量，疫苗有效率为 90%， 而另一种用药方案，试验参与者两次都全剂量用药，两次用药至少间隔一个月，疫苗有效率为 62%。 综合两种用药方案，这款疫苗的平均有效性为 70%。 此前，这项疫苗试验9月初由于一名受试者出现疑似严重不良反应而暂停，不过仅过4天，牛津大学便根据独立安全审查委员会和英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议重启试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人们将很快迎来首支新冠疫苗的诞生。不过，这仅仅是人类通向全球群体免疫的第一步，这之后，疫苗的分配、存储、运输、接种数个问题亟待解决。尽管人类群体免疫的目标是统一的，但与其他任何分配问题一样，疫苗的分配也显现出令人不安的趋势。近日，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全球各国预购的新冠疫苗订单已达到约96亿剂，其中68亿剂是已经确认的交易，另外的28亿剂正在谈判过程中。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目前全球人口总量约为77亿，平均下来每个地球人可以分得超过一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杜克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高收入国家已经预定了37亿剂新冠疫苗，中等收入国家预定了 24.06 亿剂，但我们无法找到低收入国家进行任何直接交易的证据，这表明低收入国家将完全依赖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具有国内疫苗开发能力的国家往往能够获得大量先期市场承诺，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通过对疫苗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大量公共资金来进行购买谈判。五月，美国向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的疫苗研发项目投资12亿美元，并预定了3亿剂。同月，美国还向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投资3000万美元，获得其新冠疫苗最大预定权。七月，美国又斥资近20亿美元与辉瑞公司签订了1亿剂疫苗的订单。八月，美国与 Moderna 和强生分别确认了1亿剂疫苗的预购订单。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国家只能以制造协议或开展临床试验进行购买谈判，而低收入国家可以依仗的只有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今年六月，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共同牵头成立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拟于2021年底前向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截至目前，该计划已通过各种方式预定了7亿剂疫苗。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人口不到4000万的加拿大已经预购了 3.5 亿剂新冠疫苗，折合人均10剂。在英国，这个数字是5，在美国，这个数字是3，而目前在研的新冠疫苗，大多只需每人接种2剂，便可以达到有效防护。答案或许隐藏在日本国立公共卫生研究所主管藤贝亚 CTO 的一句发言里，你必须平均下注，免得一无所获。但疫苗产能有限，一部分人获得的越多，另一部分人得到的就越少。要达到阻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效果，疫苗的分配还应加一点科学。以上信息来自加拿大综合网，我是主持人亚楠，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